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便利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是脸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碰啊！完没完了？来不来去碰？二饼，快快快，看看，别催！二头，花都谢了，催我干嘛呀？三头，杠，又杠，能不能行？吃碰杠，你哪样你不占？四百。不信了，你再出去让我看见。十四，快点，等会儿的。几点啊？服了。又服？还又服了？七百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。停，吃。啊。得嘞，哥抢先，对不住了。这里，东风，二位，来板，四摸一条龙，什么？又糊了，还能不能玩啊？开看了，哎，应该差不多。嗯啊，哎，我说你玩牌怎么那么强？哎，对，你确定没抽老千吧？他根本用不着抽老千，他都记住牌，记牌。嗯，记住自己面前那么多牌，不光是自己面前的牌，他就马牌的时候，他也能记住你们面前的牌，这都行。对呀，所以说啊，我们打牌靠的运气，人家打牌的时候啊，心里早就有数了。哎呀，哎，我要说他过目不忘，你们信吗？不能听他瞎说，这事儿呀还得看运气。今天正好赶上我点顺。你那也太顺了，有就得甭跟你一起打牌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是吧？没少赢啊。一共一万二，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！你呀，要是再说这个词儿，信不信我淹了你？淹了我？那你得找个大点儿盆啊，要不淹不下。臭我你！银子，救救我吧！别下来！我不，你不救我，我救不下来。你下来，下来说成不成？我怕我一下来你就跑了。哎呀，我跑哪儿去啊？你先下来。说吧，你说油漆，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嗯，这阵子他逮着机会就缠着我，缠着我吧，还不说点好的，每次都找茬损我一顿。啊？你说我跟他急，又说不过去。我不跟他急吧，就瞪不得上脸，尤其他缠着你。对呀对呀，这种下头点他都不放过我，你瞧见没？你瞧见没？
盯着我呢，贼着我呢。哪里盯着你了？救救我吧，银子！哎，好长时间没吃冰激凌了，还真有点想了。味道咋样？哎，我帮你尝一尝啊。味道不错，要不你也给我尝一口吧，好吧？那都给你了。嗯。关键是那上面有一滴唾液啊，你丫就这么给我吃了？好吃。你丫就这么给我吃了？不是，谁让你给他的？那吃两口怎么了？你不也吃了吗？我跟他能一样吗？哎，顾海，别没事找事儿啊！哎，行了，他看不见了。你说，尤其最近老是损你，你是不是和他有什么过节啊？有啥过节呀？咱们仨最近不是一块儿行动吗？啊，谁知道他抽什么风？我现在放学都得紧着吧。要不然他就把我堵在班门口不让我走。你说他要是打我两顿就好了，他偏不，他就连猪炮似的骂我，骂得我呀没法形容了。你看看，他又骂我了，他没骂你啊？他咋了？他怎么不骂了呢？得了，回去上课吧。同学们，我们都做好了，上课了。我们把昨天的那卷子拿出来，我们现在讲题啊。我的卷子呢？哎，我刚才记得明明床后边的呀。给我。没有。明明有两张，谁让你发卷的时候不来啊？出去聊天去，聊一节课，不用做题了。说你总是缠着他，我缠着他，他又没惹我，我缠着他干嘛呀？他说你总是堵他，吓得他一下课就拉着我跑。我堵他？他是不是神经过敏啊？你可是看见了啊，这两节课我都没搭理过他，不是他一直神经兮兮的吗？前面同学，安静点行不行？这回可以了吧？他是住校生，不能出校门，你就放心回家吧。徐组长，上次去你们家，他就跟踪了我一道，不行，我得跟你一块儿走。上次是特殊情况，他是出来呀、还要被扣分，还得自己掏钱住宾馆，为了骂你两句，不至于吧？那我也得跟你一块儿走。咱俩自打上幼儿园就一块儿走，一直晃到现在多少年了。想起这事儿我还是心酸呢。最近我老是一个人孤零零的，走那么长一条道，我容易吗我？得得，一块走吧。嗯，咱仨一块走吧。不是，他咋了？咋回又不给我好脸看呢？没事儿，搭理，走吧。
进去吧，你丫别上脸啊！不进去，一直站着。儿子，回来了，大海呢？ 银子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怎么回事？把人家大海关在外面干什么？人家怎么招惹你了？我就说你这个孩子就太毒，你从小到大就认自己那一套理儿。哎呀，人家大海多好的一个孩子，你爸我就是没这么一个好兄弟，我要有这么一个好兄弟，谁把他关在外面了？是他自己不肯进来。 你要是不挤兑人家，人家能不进来吗？谁挤兑他了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把他给我叫进来。我不去。你不去是吧？我去。宁也甭去。顾海，你够狠。大海啊，进屋吧，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，他就是犯浑。爸，您甭管他。 进来吧，还想站多久啊？进来吧。哎，什么时候插上电啊？我都没看见。 你有没有给我拿来？你手那么凉啊！你丫在外边站着，我爸呀一直给我脸色看，我拿好几袋屋里待着。别动！哎，不用，够了。英子。 脚怎么了？你说呢？白天某个人犯驴给我踢的，疼吗？废话，你磕下试试。你干嘛呢？我爸在外边。我不管，我就要亲，不然我心里过不去。哎呀，我逗你玩呢。我不疼，我平时一直磕磕碰碰的，不碍事。你快点起开。哎呀，顾海。 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对你哥们儿那样。但是英子，我确实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，我心里特没安全感。你要是能给我一个确定答案，我不会这么折腾的。你还有什么安全感呀？你天天在我家白吃白喝还不够？ 还得求个心安理得呀！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喂，水管。
海。真的特香。哎，你别这样。真的特香。没这一天呢。你要想从这儿得到安全感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辈子也得不到安全感。林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你在一起的。我也是个正常老爷们儿，要是为了这个，我干嘛不找个女的呢？我啊，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，才控制不住。其实啊，你在我心里特干净。我特舍不得碰你，顾海。我们俩都是男的，我能和你做的，也就到这份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两难说，你不觉得特矫情吗？矫情我也得问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一点点动心呢？睡觉。你呀，承认一下，会掉二斤肉啊！你呀，还知道还问什么？银子，银子，银子！赶紧传银子，杨猛来了。哎呦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和他过不去了。我知道了，快点。银子，白洛因，银子来了。看什么看？你俩一直住一块儿啊？嗯，快俩月了。你不是不喜欢和别人睡一块儿吗？他没地儿去，我能咋办啊？凑合一块住呗。啥？哎，就是他。你后爹的儿子？那个少将的儿子？那是你妈和他爸结婚，还是他妈和你爸结婚啊？你说呢？当然是我妈和他爸了。那他跑你家来干嘛？这不符合逻辑。他和他爸不和，我和我妈不和，然后就这样了呗。啊？哦。天越来越冷了。你看阿郎越来越大了。回去都给他洗洗澡吧。回去你给他洗吧，玩的不顺，哎。来，阿郎，阿郎，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嘿嘿，你看呢，阿郎。哎呀，你这是打什么？你打。斌子。啊？你看。挑个时间啊。把事办了。你以为结婚这么简单？我不是替他俩着急吗？你急什么呀？他俩过上人世界啊，你就成电灯泡了。到时候我们俩回小房子过日子去，多好。哎，好，走，别装傻子，我们走好了。爸，嗯，结婚吧。什么？结婚吧。英子。
怕现在结婚不合适吧？你跟我都过了十几年的苦日子了，现在你让我把你撇在一边，爸觉得对不起你。咱们爷俩呀，没有谁对不起谁。我不是也折腾了你十多年了，您呀，也该有一份新生活了。银子，爸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永远都是你。您也甭矫情了，说到底啊，是我嫌您了。您要是一结婚，我也就彻底自由了。得叫爸爸了啊！是这样一个，这样一个，看样子得给红包，是吧？给红包，来，啊，钱少了吧？哎呀，红包少，得多来几个，全给他了，全给他了，叫一个，叫一个，叫一个，大声点，爸爸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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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吹过